原来你一直都在这里。他的灵犀在你那里，太好了，他没死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与他本是冰帝双生的姐妹，我们莲花一族，只要莲心未死，无论本体受到再深的伤害，也只是会陷入沉睡休养生息，以待重塑心神。他现在就在这里。你拿你的脏手碰他！是我对不起他，我们本是同根本源，有了这一半本体，他会尽快醒来。他有我就够了。素素，他们都生孩子了，你怎么还在睡啊？再睡你就不是小妖精了，而是小猪精。猪精，你全家都是猪精，你也不看看我这是为了谁。素素，素素，你终于醒过来了。你死了。